本席及侯彩凤、林明珍等十三人临时提案，有鉴于民众反映我国中华电信等 ISP 供应商所提供之光纤宽频网络速率跟广告标示的数据落差太大，而依照 NCC 的解释，目前我国 ISP 业者提供之速率只需达到频宽的三成就可以了，那这样恐怕有违反到诚信的原则。许多民众都反映说，电信业无法保障相当之速率，权益受到相当的损害。本席特请 NCC 严厉调整 ISP 之保证速率，并比照香港至少保证上网速率需达宽频之八成，是否有当？提请公决。